已经很久没有跟这么多的年轻族群演员一起去完成这个作品，然后真的大家蛮辛苦的，因为配合学校的时间，就是大家都要很早起啦。而电脑女神曾婉婷在校园剧饰演训导主任米兰达，回忆起拍戏点滴满满不舍。而周小涵也说，和年轻人拍戏真的很开心。我觉得真的就是在去年这一整年之中，我就是再度年轻了一回。校园剧历经一年两个多月，共拍摄256集，主要演员群和导演、制作人以及工作人员等齐聚杀青酒会，庆祝毕业快乐。不觉得杀青是个结束了，那还是一样持续在工作当中。我就在台北游游泳，我就很开心了。戏剧高人气，多次登上影音平台发烧影片，累积突破1亿流量点阅。另外在行动影音串流平台也维持在排行榜前三名。除了有电视上的好成绩以外，我们在8个不同的 OTT 平台联播，在每一个平台都是长期盘踞这个排行榜。其实今天反而没有那么不舍，我们有一个全新一季我们网络上数位版 IP。接下来校园剧将推数位版，多元发展，期待让更多新秀透过八点档和戏剧舞台发光发热。 TVBS 新闻亮南红俊台报道。请支持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 YouTube 频道 TVBS 国际 Plus， 扩大视野，掌握趋势，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。